面中可以看到巡逻员警骑着机车进到巷弄内，只见前方一名男子频频往后看，看起来相当紧张。员警赶紧追上去询问，没想到话才刚讲到一半，男子赶紧拔腿狂奔，一溜烟就钻进巷弄内。员警赶紧追上去，一路追到男子体力透支跪倒在地，狼狈遭到员警压制。一查才发现，原来他是地检署发布的通缉犯。来听一段访问。上前准备盘查之际，未料犯嫌见警上前后竟拔腿狂奔，所幸在员警锲而不舍追捕下，犯嫌终究遭警方压制。事发就在新北市三重中央北路市场内，男子被逮时还问员警：“你怎么那么会跑？”随后被带回派出所查办，讯后将解送地检署归案。